为什么你取这个名字？这个代号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是铁血这汉子，知道我是钢铁般的汉子，因为我就是铁血真汉子。我是钢铁一般的汉子，钢铁一般的汉子，汉子。我这个才艺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哎呀，躺好了，就这两招，也敢说会功夫？天，好瘦啊他！这要哎，这要一天呢，他会那个跟山上全是气管，对啊，所以可能会断的啊。好哥，你别勉强啊。哎呦！胸毛掉了，毛白露，来了，来了，有彩虹泥，有，他不是一般的。